先师汪文端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想谋害他的对头，但苦于没有好计策。有个狡猾诡谲的人察言观色，看出了他的这份心思，就暗暗拿了一包毒药献给他，并对他说，这种药入腹即死，而且死时的情状与病死的人没有两样，即使是采取蒸骨验尸的方法，也与病死的人没有区别。那人听了非常高兴，把药收下，并设酒席款待这位献药的人。结果献药的人回家之后，当天夜里就死了。原来这是预谋的人先用他所献的毒药让他吞食，借以杀人灭口。汪先生因而叹息着说，献药的人想提供杀人方法来谄媚于人，结果自己先被杀了。而那个用毒药的人虽然先杀人灭口，但他的阴谋终究还是暴露了。世上的人纷纷扰扰，耍聪明，使诡计，就竟能有什么用呢？前辈张凡川先生当时也在座，就接着说了另一个故事。有贵人喜欢玩弄少年，他看上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少年，苦于没有得手的机会，于是就暗中与他心爱的小妾商量，托一位媒婆把那少年勾引出来，假装带他到一处别墅中与小妾约会，然后再借机抓住他，加以破鞋玷污。到了约定的时间，那人打听到少年已经到了别墅，他便急忙起身飞奔前往。当他经过一座板桥时，突然失足掉落，差点丢了性命。他在荷塘中拼命挣扎呼救，等到众人把他救起来的时候，那宦家少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而此时他的小妾却是衣衫不整，鬓乱钗横。原来那少年果然生得英俊秀美，他的小妾一见到这少年，早已是情难自禁了。后来这位吃了哑巴亏的老公借故把他的小妾连同他使用的婢袄都逐出了家门。当那位婢袄离开主人之后，才稍稍把主人的这一段丑闻泄露出来。所以说，鬼神最忌讳那些使用阴谋诡计的人，这大概是真实不虚的吧。